志斌，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？说实话，有点意外。但奶奶，您不是说了吗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。奶奶心里有数。 姚志明，你折腾一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我来接班。怎么样，他们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我妈应该挺满意的。奶奶，那我让陈欢陪您。嗯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哎，你外套。陈欢，嗯，那老洋房。 是我跟志明爷爷的婚房，发生太多的伤心事，我不愿意去提，别怪奶奶瞒着你哦。奶奶，这是您的房子，您有权处置，我无缘置毁。只是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，要靠借您房子从中调停，我这心里吧有点过意不去。 我先付了您半年的租金，等之后我们房子装好，我就让爸妈搬出去。欢欢，你独立要强，这是好的品质，但你总是用优点去面对一切，那久而久之，你的优点就成了缺点了。奶奶，都说三十而立嘛，那首先我得先立起来再说呀。 奶奶希望你能够记住，在家人面前不要逞强，家人就是要彼此分担、彼此麻烦的。人的一生有许多时候是需要借力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人与人怎么走近？独立固然重要，但是如果把自己弄得 疲惫不堪，独立于众人之外，那有什么好啊？奶奶，您说的我都记下了。哦，让您看看志愿实践的小成果，换下心情。嗯，您看，这是我给毛毛拍的宣传短片。 还不错吧？嗯，这个小球球呢，是我用的特殊材质做的，它是可以回收的材料，所以我把它的颜色做的特别的鲜艳，很适合夏天。其实设计理念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，身为女人，这一生呢有很多角色，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始终要忠于自己。嗯，这是您教我的，人要为自己而活。<笑> 那作为交换，你把这新鲜玩意儿交给我，我自己也练习过，但是我拍的总没有你们的好。没问题，不过陈淑贞女士，你现在得睡觉了，太晚了，明天我再来教你。好吧，你这小妞消遣起我来了，<笑>快睡觉，人家医生都说了，心脏不好不能熬夜啊。哈，嗯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睡吧。老板，你说老太太住院这节骨眼上，突然把房子让给赖家去住，我看是不是有点分配财产的意思？ 他有没有跟你提心安理的事儿？奶奶问我，是不是对心安理志在必得？必须是啊，你表忠心呗。
你这个眼神看我干嘛？你这次回来，不就是为了心安理吗？快刀斩乱麻，升职回总部，这不都你自己说的吗？奶奶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她生病住院，我要是还想着心安理，这合适吗？我还是个人吗？不是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但我是说，奶奶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先别怂啊，对吧？先照顾好奶奶。我爹叔，这是刚做的。奶奶，今天气色不错啊。姚先生来了，崔叔。陈欢跟她的小姐妹去直播了，下午才回来。我没找她。哦，我说给老崔听的。啊，是，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陈欢了，还挺牵挂她的。啊，老太太，您要的东西都好了。我先回去了，还需要吃什么再跟我说啊。谢谢老崔。啊，奶奶呀，说了很多遍了，不要吃这么甜的点心，还有这螃蟹这么寒，身体还要不要了？我的身体我做主啊。我是您的监护人，我也可以做主。这样，螃蟹跟点心只能选一。那我选螃蟹。那你也只能吃一个。姚志敏，这螃蟹一个，那不是塞牙缝吗？我不管。好好好，一个就一个。差点把正事忘。志敏，上次那个张总拿来的方案我看了，也不是全无道理，但是他其中有一条，说兴安里归到波提切里名下做连锁管理，要全员换血，这个我不能同意。你有没有折中的方案？奶奶是这样的，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酒店集团，人员有他们选择的配备标准。我知道你这个孩子重事业，家庭的变故让你从小不相信感情，更相信实打实的金钱给你带来的安全感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心安理是我的家，在最难的时候是老崔他们这些人一起跟我熬过来的。心安理的所有员工，他们不是别人，和你一样是我的家人。我明白，奶奶，我懂你的意思。你看这样行吗？员工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部保留下来。我能相信你吗？我跟您保证，到时候再叫上麦沈欢一起，让他监督我，这样您就放心了。你跟陈欢学得不错，等你到了奶奶这个年纪，身边有几个真心实意对你的人，那就是人生一大乐事。好，一个蟹，这一只蟹嘛，真的是只能塞牙缝。要不把这只也吃了？那不行，除了这个我不能答应，其他你提任何条件我保证完成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给我缠一身新的旗袍，到时候美美的出院岂不是好？这个没问题。